爱情。这是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安排。下午的会议，我已经安排好了。他的安排让大家都很满意。安全。晚上开车要注意安全。请放心，我们会保证您的安全。按时。我按时完成了任务。按照。请按照要求把报告改一下。任务完成 80% 了。棒。你的字写得真棒。包子。这家饭馆儿的包子味道非常好。保护。人们应该保护环境。保证。我保证以后不迟到了。努力是取得成功的保证。报名。你想报名参加运动会吗？报。他把孩子抱了起来。抱歉。抱歉。非常抱歉，让您等了这么久。背。我们学校的留学生比去年多了一倍。本来。我本来要去看演出，但是突然有事而不能去了。笨。你并不笨，只是需要更努力。比如。我有很多爱好，比如游泳和读书。毕业。我今年上大三，明年毕业。变。这篇文章，我读了很多遍。
普遍标准你选男友的标准太高了你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表格请在表格里填上您的姓名表示他表示愿意继续在公司工作表演你们要表演什么节目今天的表演太精彩了表扬小明喜欢帮助别人老师表扬了他他经常得到校长的表扬。饼干。我买了饼干，吃点吧。并且他很聪明，并且很努力。博士，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李博士。不过他很优秀，不过不符合公司的招聘条件。不得不。任务还没完成，所以周末我们不得不加班。不管不管天怎么样，我都要爬山。不好意思，大家都看着他，他有点儿不好意思了。不仅我不仅去过那个城市，而且去过很多次。部分这本小说由四部分组成。擦我已经把窗户擦干净了。猜。你猜我给你准备了什么生日礼物？材料。报名需要什么材料？
参观。学校组织大家去长城参观。餐厅。学校附近新开了一家餐厅。厕所。男厕所在一层。差不多。我每天差不多七点起床。长城。我想周末去参观长城。长江。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河。长。快来尝尝我做的菜，味道怎么样？长。今年下午有场足球比赛。超过。每天有超过300个航班在这里起飞。吵。外面太吵了，我睡不着。他和朋友吵了，所以很不高兴。成功。太好了，我们终于成功了。经过努力，我们取得了成功。成为。几年不见，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医生。诚实。诚实的人值得我们尊重。乘坐。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